入菜加入了海鲜、蔬菜，做成中西式料理，让大家呢见识到台湾泡面的好滋味。肥美饱满的小卷上烤盘，再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。小卷由透明转为白色，鲜嫩诱人。小卷的鲜甜跟沙茶的香味会融合在一起。这些简单的东西，然后做出类似五星级料理的口感。用泡面也能做成大海的味道，切成块状，搭配蔬菜精致上桌。鸡翅包饭不稀奇，大学生挑战包泡面，裹上酥炸粉下油锅。 鸡翅包面炸得滋滋作响，金黄色则让人看了食指大动。还有把泡面放进台湾形状的模具，做成大阪烧，直到两面煎熟。但全球十大最好吃泡面，台湾居然没上榜，学生也觉得可惜。在台湾，比各国来说，泡面是比较多元化的。 因为我们台湾的泡面种类其实还蛮多的。4间学校12支队伍各自发挥创意尬厨艺，冠军5000元奖金，谁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阿吉师。大学个人。